和安夜市时间3:33，我按 BF 開頭的鋪賣塔殺了52.47，這個地圖也是我殺最多的一次，之後平時都是殺30多個人，甚至最少也10多個。我們都幾經辛苦 先解了，成功解了爆靈自動步槍的大師任務，什麼不死的情況底下對人丟射5個人，好難啊。即我殺了第四個之後，然後見到四面都有敵人在那裡，然後就立刻走船，即我不斷避來避去解了。然後四那個道金解什麼呢？他說不死的情況底下爆頭擊殺5個敵人。系咯，佢对温书依日听日考地理，跟住星期二考通识，星期三放假。地理都好多嘢温嘅，即系开头卷一选修必修六科，连埋 BQ 都要努力啲。卷一卷二，我记得中午去教过一课叫动态地球，但我哋基本上唔识，所以我哋只有珠三角识嘅啫，所以要温下珠三角。珠三角都同公叫有啲相似。
依家所有人最驚，應該武漢個肺炎，因為佢話武漢個肺炎同沙士係相似度係8%，咁即係話武漢嘅肺炎係仲即係基本上仲同沙士嘅幾乎一樣。叫都想戴口罩，因為成日喺街度個個都係咁咳，都抿嘴嘅。呢個病毒都有機會飛沫傳播。星期三唔星期五都放假，因為星期三即係睇咗 M2 同埋 M2 啲唔使翻，星期五就係睇完試之後休息即係放假。但係相反，星期六叫去循道衛理中學嗰度考中文。